没想到你们在这里说大道理，太令我失望了。喂，你从哪里爆出来的？偷听我们讲话？不管像你的作风哎。通常是不会偷听的，可是对于情侣偷情啦。喂喂喂，什么偷情？你不要乱讲话。宝玲，你心知肚明，还要问？喂，高贵人，你滚到一边去嘞！我看你的流进反胃。哎呦 ，so sorry to make you feel inferior。你给我刷大碗。哎呦 ，so sorry to make you feel inferior。你这是皮痒啊！喂！啊！要不要拽啊？宝玲，要不要？啊，拽呀、啊、拽呀、啊，怕了吧怕了吧！宝玲，什么宝玲哈？什么宝玲哈？你拽啊哈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什么？哎，你想当佛就去当嘞，不要碍手碍脚。你就放过我的眼睛吧。我没动你眼睛。Ultraman 的底裤，想笑死人啊！我想 Ultraman 吗？不可以啊！你小心点啊你！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被你撞 Ultraman 底裤。姐啊，嗯，对，嗯 ，OK， 好了，下次见，嗯，再见。